脚闲着走，脚是闲的，不要直。我家里面东西都没收拾我。哇塞，晴空万里。今天是8月29号，在这个夏市古镇露营了一个晚上，然后收拾完了之后，带大家去古镇里面去，参观一下，去看一下。车子是不能进去，我人自己走过去。然后参观这边参观完了，下一个目的地就是千禾苗寨。早上6点钟，这边的美女小姐姐们过来游泳了。哎呀，她现在改了好多了，她以前好不走水，她以前好不走水。你们早上这么早不冷吗？不冷啊，水很舒服啊。搞得我都想下来游泳了。下来下来，快点！带来的装备吗？我没有装备。穿内裤，裸游，反正我不怕你。裸游你们不怕我啊？你会游吗？我会，会一点。会一点点，他肯定不敢的。拿着我的跟屁虫呗。跟屁虫啊？嗯。我摸一下冰不冰？不冰我就下来。不冰。不冰。水好好，水温很好。哎，可以可以。那我相当好。那我就。现在我也会翘起来哈。洗好了脸，本来是想去和他们一起去游个泳的，没想到他们都不游了，不游了，那我也就不游了。哎呀，这里剪辑了视频，然后这边有一个帅哥美女，然后他们要划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什么？独竹漂。独竹漂，然后呢，我也想试一下，可不可以？可以，独竹漂，可以。那我裤子把它脱了，给打湿了。嗯，要脱掉。穿一个短裤。我开始，要尝试这个叫做独那边。好，那个哈，那你帮我拍，我来试一下。已经在拍了哈。嗯。我先看你站不站得稳。来，掉水里就打湿了。问题不大，问题不大。你可以把衣服脱了，也没事。来，手要拿，看一下我们的贵州一姐，比个眼份。就放在这里，先让我上，是不是？嗯。好久没上了，估计站不稳了。我家里没的东西。注意点。对，你脚要站弓步。脚要站成弓步，直它不行，我直它不行，脚都在水里就可以了。你好脏，我给它脏。嗯。对，慢慢走过去，你不要直着走，你就闲着走，就脚闲着走，脚是闲的，不要直。我家里面东西都没收拾我。湿了就湿了，没事，我会游，会游啊。等一下，我到上面来上。这个难不难，博主？骑在上面。你往前面游一点，往前面游一点，游到这个坎子这里来，你才。好，这就敞亮的搞。这个挺好的。你要不要站上来？我看一下你站。今天就还要录不录？录，只管录。你脚拿不烂了。今天有点见效了，兄弟姐妹们。你好高啊！手中间手握宽一点，它才能掌握平衡。滑呀！上来。这有点难搞哎，兄弟姐妹们，不是开玩笑的。
要有点东西的。对，你们是专业的。你们专业搞了十几年了是吧？对。这样是吧？嗯，对。那会打滑呀？不会，你慢慢走过去，我给你把条稳住。你把我扶着了是吧？嗯，好，你走过去先。不要让它转圈圈。嗯。腰杆直一点。腰杆直一点。嗯，就是你手中间握宽一点，掌握平衡。往两，如果说你要感觉晃的话，你往两边打水。我现在给你把它弄稳了，它不会转动的，你推走。对，中间不滑了，中间好了。对，中间就防滑的嘛。45度，四十五度。对。脚站45，对，对对对对对。好，站弓步。站成弓步。嗯。好，放了啊。我把你推下来了呀。我去放了啊。放了啊。对，可以滑的。有东西了，有东西了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点不到刺。可以。直接转过来。如果要掉的话，记着把手杆拿着啊。手杆不要放水里啊，帅哥。没事你先往前面滑，我们再滑回来就可以了。有东西，有东西。拿手杆，拿着手杆，拿着手杆。对对对。好了，听你啥？我肯定给拿，你给交了，我肯定给拿。没有，我没给，你给我。好，快点，来小孩，我肯定给拿，你给交了。你也教了，没事，他过来教你，你就在那里吧，你不用上来了，他可以教你在水上怎么上漂，他可以教你在水上怎么上漂，在水上他可以教你在水上是怎么上那个漂的，你可以学一下。这杆子会吹跑吗？不是，他会沉，他进去沉是吧？嗯，没事，你拿过。这里不会漂的。好。给你们表演一段，直接跳漂啊！他表演一个，直接跳上去，不用靠着边上，他直接跳上去。我看一下，你让一点，我让一点。嗯，好。我看一下这位帅哥怎么游的，把我搞得谁？你跳上去啊？对，直接跳上去。喂，刘畅。哎呀，可以，我站着站不稳，你直接啊，你来拍他，可以滑一段给你，你可以录进去，他从那上面那里滑下，滑一段快的。好，因为我们做比赛，我是滑速度比赛的。好，啊，这个好玩。你们这个滑一下收费多少？我们不要，不收费。不收费啊？哦，我们要11月22号到30号在三亚比全国少数民族。哦，就是滑这个。对。好。因为那是我们那边是大赛，4年1届。啊、哦。来看一下，哦吼，这个胆子，这个胆子真大，一跳就上去了。还可以在这个上面表演。啊、哦。因为这个以前。啊、哦！哎呀！这个独木杆呢，还是挺好玩的。哎呀，真的，没玩过的。衣服换好了，刚才都打湿掉了。现在准备走路过去，到那个古镇那里去。铁锹就给它放在这里吧，水都给它搞好了，等下给它带吃的回来。哎呀，水就放在这里，然后看它怎么在哪个地方放过来一点吃的。
铁锹，你在家里看门啊，我的衣服很快就会干了，很快就会干了，然后马上我就直播了，直播过去。这里是一个民宿，有三辆这个小房车，房车停在这里。这边我听当地人说，他们都是带别的，他们这边的建筑风格，都是比较也很复古，就好像穿越了一样，就像来到了古代的感觉。这里还不知道镇古镇里面，从那边进入镇里面去看看。我在直播哟。那边可以到了。不是，你们是开店的还是干嘛的？你们在这里是民宿啊？从这边啊？这，好，过来过来，这几位大姐喊我吃饭，那我就来了。顺便看一下这边的风土人情啊。